半个城，那女孩靠在窗边，她眼中的城市霓虹究竟什么颜色？她的梦实现了吗？一会儿回酒店还要试妆。看起来有点疲惫，是否熬夜？就我明天呢就要拍摄我的第一个个人的 MV 了，我现在有点期待，然后有点激动，还有点紧张。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吧，拜。美琪绝技。Yeah, yeah.